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北京城，关胜已取梁山泊。诗曰：北京留守多雄伟，四面高城崛然起。西风飒飒骏马鸣，此日冤仇当受死。尽义之冤谁说洗？时刻变为刀下鬼，纷纷过剑乱如麻，后涌前遮袭如蚁。英雄愤怒举清风，翻身直下如飞龙。步兵骑士识奔走，凛凛杀气生寒风。六街三市尽回首，尸横骸饿如猪狗。可怜力寡难抵挡，将身就薄如吹纽。他时粉出凌雨中，胆气英英大如斗。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工的把挠钩搭住，套索半番。可怜悍勇英雄，方信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捉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发长的策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人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之。石秀在厅前千策万策的骂，厅上从人都吓呆了。梁中书听了，沉吟半响，叫取大家来，且把二人加了监放死囚牢里，吩咐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他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每日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到将养得好了。却说梁中书换本州新任皇太守，当听发落，就城中计点被伤人数，杀死的有七八十个，跌伤头面，盖损皮肤，撞折腿脚者不计其数。报名在官，梁中书之给官钱，医治消化了当。次日，城里城外报说将来，收得梁山泊没头贴纸数十张，不敢隐瞒，只得呈上。梁中书看了，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贴了上写道：梁山泊义士宋江，仰视大名府，报告天下，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呕死良民，涂炭万姓。北京卢俊义乃豪杰之士，今者启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令石秀先来报之。不期驱被擒捉，如是传得二人性命，献出淫妇奸夫，吾无侵扰。倘若吾伤羽翼，屈坏古军，不债轻兵，同心说恨。大兵到处，玉石俱焚，天地咸符，鬼神共佑，劫除奸诈，殄灭如环。谈笑入城，并无轻恕。二夫接父，孝子顺孙，好义良民，清慎官吏，切勿惊惶，各安职业。如众知悉，当时梁中书看了没头告示，便唤皇太守到来商议此事如何否决。皇太守是个善恶之人，听得说了这话，便禀梁中书道：梁山泊这一伙，朝廷几次尚且收捕他不得，何况我这里孤城小处？倘若这亡命之徒引兵到来，朝廷救兵不迭，那时悔之晚矣。若论小官如意，且孤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二乃奉书呈上蔡太师殷商之道，三者可教本处军马出城下寨，提备不虞。如此可保北京无事，军民不伤。若将这两个一时杀坏，诚恐寇兵临城，一者无兵解救，二者朝廷见怪，三乃百姓惊慌，城中扰乱，心为未变。梁中书听了道：知府言之极当，先换押卢哲给蔡福发放道：这两个贼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紧，诚恐丧命；若教你宽松，又怕他走了，
你弟兄两个早早晚晚，可紧可慢，在意坚固管后发落，休得时刻怠慢。蔡福听了，心中暗喜，如此发放，正中下怀。领了君子，自去炉中安慰他两个，不在话下。只说梁中书便换兵马都监大都文达、天王李成两个都到厅前商议。梁中书被说梁山泊没头告示皇太寿所言之事。两个都监听罢，李成便道：亮者火草寇，如何肯擅离巢穴？相公何必有劳神师？李某不才，食禄多矣，无功报德，原师犬马之劳，统领军卒离城下寨，草寇不来，别作商议。如若那火强寇年衰命尽，擅离巢穴，领众前来，不是小将夸其大言，定令此插片甲不回，上报国家俸禄之恩，下身平生所学之志，肝胆涂地，并无异心。梁中书听了大喜，随即取金碗绣缎，赏劳二将。两个辞谢别了梁中书，各回营寨安歇。次日，李成升将，换大小官军上将商议。旁边走过一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姓索名超，绰号急先锋，惯使两把金焰斧。李成传令道：宋江草寇早晚临城，要来打眼北京，你可点本部军兵离城35里下寨，我随后却领军来。索超得了将令，次日点起本部军兵，至35里地名飞虎峪，靠山下了寨山。次日，李成引领正偏将离城25里地名槐树坡，下了寨山。周围密布枪刀，四下深藏六角，三面掘下陷坑。众军磨拳擦手，诸将协力同心，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便要建功。有诗为证：金鼓喧天大寨中，人如皮虎马如龙。一心中赤无如是，只要当朝建大功。话分两头，原来这末头帖子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打听得卢员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虚写告示向没有处撇下及桥梁道路上贴放，只要保存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戴宗回到梁山泊寨内，把上项事避世与众头领说之。宋江听罢大惊，就忠义堂上打鼓集众，大小头领各依次序而坐。宋江开话对吴学究道：当初军师好意，启请卢员外上山来聚义，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当用何计可救？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不才，愿献一计，乘此机会就取北京钱粮，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个吉辰，请兄长分一半头领，把守山寨，其余尽随我等去打城池。宋江道：军师之言极当，便换贴面孔目陪孙，派拨大小军兵，来日起程。黑旋风李逵便道：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发使。听得打州劫怨，我也在厅边欢喜。哥哥拨与我500小喽啰，抢到北京，把梁中书砍做玉泥，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尸万段，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是我心愿。宋江道：兄弟虽然勇猛，这北京非比别处州府。且梁中书又是蔡太师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文达，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李逵大叫道：哥哥这般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且看兄弟去如何？若还输了，誓不回山。吴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锋，点与500好汉相随，就冲头阵，来日下山。
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拨定了人数，裴宣写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拨次施行，不得时刻有误。此时秋末冬初天气，征夫容易披挂，战马易得肥满。军卒久不临阵，皆生战斗之心，各恨不平，尽想报仇之念。得蒙差遣，欢天喜地，收拾枪刀，山速鞍马，磨拳擦掌，时刻下山。第一拨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步领小流落五百。第二拨两头蛇解真，双尾蝎解宝，无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步领小流罗一千。第三拨女头领一将称呼三娘，副将武夜二孙二娘，武大从顾大嫂，步领小流罗一千。第四拨破天雕李应，副将九纹龙史进，小尉慈孙申，步领小流罗一千。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军师吴用，速将头领四员，小温侯吕方，蔡仁贵郭盛，并为慈孙立镇三山王信，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副将百姓张韩涛，天目张鹏，后军头领炮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伦，火眼孙魏邓飞，左军头领双边将呼延卓，副将魔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右军头领小李广花荣，副将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并大炮手轰天雷凌震，接应粮草头领一员，神行太保大忠，军兵分拨已定，平民各头领依次而行。当日进发，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朱仝、穆弘四个头领，统领马一部军兵，守把山寨三关。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不在话下。有诗为证：石秀无端闹法场，还非家纽苦遭殃。梁山大举鹰阳旅，水陆横行孰敢当？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御寨中坐地，只见流星报马前来，报说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其数，离寨约有二三十里，将近到来。索超听的，飞报李成怀树波寨内。李成听了，一面报马入城，一面自备了战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说了备势。次日五更造饭，平民拔寨都起，前到余家，列成阵势，摆开一万五千人马。李成、索超全副披挂，门旗下勒住战马。屏东一望，远远地尘土起处，约有五百余人飞奔前来。李成边稍一指，军舰脚踏硬弩，手翼强弓。梁山泊好汉，在余家一字而摆成阵势。只见人人都带扇红巾，个个齐穿飞衲袄，露鸟腿紧系脚崩，虎狼腰劳山果土，三股叉直并寒光，四棱简横拖冷雾，柳叶枪、火尖枪、密布如麻，青铜刀、偃月刀，纷纷似雪，满地红旗飘火焰，半空赤翅耀霞光。东镇上只见一员好汉当前出马，乃是黑旋风李逵，手拎双斧，睁圆怪眼，咬碎钢牙，高声大叫，认得梁山泊好汉黑旋风么？李成在马上看了，与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说梁山泊好汉，原来只是这等叶赞草寇，何足为道？先锋，你看么？何不先捉此贼？索超笑道：割鸡焉用牛刀，自有战将建功，不必主将挂念。言未绝，索超马后一员守将，姓王名定，手拈长枪，引领部下一百马军，飞奔冲将过来。李逵胆勇过人，虽是戴甲掩护，怎当马军一冲，当时四下奔走。索超引军直赶过余家来，只见山坡背后锣鼓喧天，早撞出两彪军马。
左有解真、孔亮，右有孔明、解宝，各领500小喽啰冲杀将来。索超见他有接应军马，方才吃惊，不来追赶。立马便回，李成问道：如何不拿贼来？索超道：赶过山去，正要拿他，原来这师门道有接应人马，伏兵齐起，难以下手。李成道：这等草寇，何足惧哉？将引前部军兵，迅速杀过余家村来。只见前面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又是一彪军马。当先一骑马上，却是一员女将，结束得十分标致。有念奴娇为证，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金海辉煌鳞甲动，银心红罗抹额，玉手纤纤，双持宝印，任英雄刻。眼流秋波，万种妖娆堪摘。万持宝马当前，双刃如锋，要把官兵斩骨。粉面尘飞，征袍汗湿，杀气腾空翼。战士销魂，敌人丧胆，女将中间奇特。得胜归来，隐隐笑声相合。且说这户三娘引军红旗上，金书大字女将一丈青。左有顾大嫂，右有孙二娘，引一千余军马，都是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李成看了道：这等军人作何用处？索超与我向前迎敌，我却分兵立步四下草寇。索超领了将令，手搭金雁斧，拍坐下马，杀奔前来。一将青立马回头，望山粒里便走。李成分开人马，四下里赶杀。正赶之间，只听的喊声震地，雾气遮天。一彪人马非也似追来，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手尾不能管顾。急退入余家时，左冲出解营，孔亮步领人马赶杀将来。又冲出孔明、解宝步领人马又杀到来。三员女将拨转马头，随后杀来。赶的李成军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李成、索超冲开人马，夺路而去。比及回寨，大捷一阵。宋江军马也不追赶，一面收兵暂歇，扎下营寨。且说李成、索超慌忙入城报知梁中书，连夜再差文达促领本部军马前来助战。李成接着就怀树波寨内商议退兵之策。文达笑道：介赖之侄何足挂意，文某不才，来日怨缺一阵，势不相负。当夜商议定了，全令与军士得知，四更造饭，五更披挂，平明进兵。战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余家，早见宋江军马拨风也似驾来。但见星云掩掩飞晴空，星尘漠漠迷西东。十万皮丘星阵地，车厢火炮如雷轰。皮鼓咚咚撼山谷，星旗猎猎摇天峰。枪影摇空翻玉网，剑光耀日飞苍龙。六师阴阳鬼神泣，三军英勇忧苦同。钢星杀要降凡世，天蓬丁甲离青穹。银盔金甲作冰雪，强攻劲弩真难攻。人人只欲尽忠义，擒王斩将非邀功。索超、李成惜败走，有如脱兔潜家蓬。败军残卒各逃命，六路恐惧心惊冲。大都文达不知量，狂言请记真雕虫。四面伏兵一齐发，风团蚁聚村中。乱兵呼获境难免，遂意堂上众相逢。当日大都文达便教将军马摆开，强攻硬弩，射住阵脚。花康陀鼓擂，杂彩绣旗摇。宋江阵中，当先捧出一员大将，红旗银字，大书霹雳火秦明。枕衫打扮，头戴朱红七粒，身穿钢色袍仙，连环海甲绣吞肩，抹绿箭开云冚。凤翅明盔耀日，丝蛮宝带腰圆，狼牙混棍手中拈，凛凛英雄罕见。
秦明立马应声高叫，北京南官污吏听着，多时要打你这城子，诚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将卢俊义、石秀宋江过来，任府监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罢战，誓不相侵。若是执迷不悟，便教昆仑火起，玉石俱焚，只在目前。有话早说，休得我言。说犹未了，文达大怒，便问守将，谁与我力擒此贼？说言未了，脑后乱铃响处，一员大将当先出马。怎生打扮？要日兜谋访访，连环铁甲重重。团花点翠锦袍红，金带给成相逢。着画弓藏袋内，狼牙箭插壶中。雕鞍稳定五花龙，大斧手中摸弄。这个是北京上将姓索名超，因为此人性急，人皆呼他为急先锋。出到阵前，高声喝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有何负你？你好人不做，却去落草为贼。我今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死有余辜。这个秦明又是一个急性的人，听了这话，正是炉中添炭，火上浇油，拍马向前，轮动狼牙棍，直奔将来。索超纵马直挺秦明，二匹劣马相交，两般军器并举，众军呐喊，斗到二十余合，不分胜败。宋江军中先锋队里转过韩涛，就马上拈弓搭箭，吹的索超较亲，收的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马望本阵便走。宋江边稍一指，大小三军一齐卷杀过来，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河，大败亏输，直追过余家，随即夺了槐树坡小寨。当晚文达直奔飞虎峪，计点军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树坡寨内团扎，吴用道军兵败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势追赶，诚恐养成勇气，急忙难得。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随即传令，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将分作四路，连夜进发，杀奔城来。再说文达奔到飞虎峪，茫茫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正在寨中商议计策，小校来报近山上一带火起。文达带领军兵上马看时，只见东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照的片山片野通红。文达便引军兵迎敌，山后又是马军来到，当先守将小李广花荣引副将杨春、陈达横杀将来。文达措手不及，领兵便回飞虎峪。西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当先守将双边呼延卓引副将欧鹏、燕顺冲击将来。后面喊声又起，却是守将霹雳火秦明引副将韩涛、彭兵力杀来。文达军马大乱，拔寨都起。只见前面喊声又起，火光仿耀，却是轰天雷凌阵，将大副手从小路直转飞虎峪那边，放起炮来。文达引军夺路，奔城而去。只见前面鼓声响处，早有一彪军马拦路。火光从中闪出守将炮子头林冲、引副将马伦、邓飞，截住归路。四下里战鼓齐鸣，烈火竞起，众军乱窜，各自逃生。文达手舞大刀，杀开条路走，正撞着李成，合兵一处，且战且走。战到天明，已至城下。梁中书听的这个消息，惊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连忙点军出城，接应败残人马，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次日，宋江军马追来，直抵东门下寨，准备攻城，急于烽火。有诗为证：梁山兵马势英扬，杀气英风不可当。城内军民区被困，便需写表告君王。
且说梁中书在留守思罪从商议，难以解救。李成道插兵临城，事在告急，若是迟延，必致失陷。相公可收告急家书，差心腹之人，星夜赶上京师，报与蔡太师知道，早就朝廷调遣征兵前来救应。此事上策，第二作紧行文官报邻近府县，亦较早早调兵接应。第三，北京城内着养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协助守护城池，准备雷木炮石、搭弩硬弓、灰瓶金汁、晓夜提备，如此可保无虞。梁中书道：家书随便收下，谁人去走一遭？当日差下手将王定全副披挂，又差数个马军领了密书，放开城门吊桥，望东京飞报声色及关部邻近府分，发兵救应。先让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护，不在话下。且说宋江分条众将，引众围城，东西北三面下寨，只把南门不围。每日引军攻打，李成、文达连日提兵出城交战，不能取胜。索超战仓将息，未得全可。不说宋江军兵打城，且说守将王定继领密书，三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步入去，太师教唤王定进来，直到后堂拜罢，呈上密书。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大惊，问其备世。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了。如今宋江领了兵围城，拆扣浩大，不可抵敌。汝家怀树波、飞虎遇三处厮杀，尽皆说罢。蔡京道：鞍马劳困，你且去管驿内安下，待我会官商议。王定又禀道：太师因伤，北京危如履纶，迫在旦夕。倘或失陷，何不怨棍？如之奈何？望太师因伤早早遣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说，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师随即差当日苦干请枢密院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不宜时，东厅枢密侍同贯、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蔡京把北京危急之事备细说了一片。如今将甚计策，用何良将？可退策兵，以保成国。说罢，众官互相思趣，各有据悉。只见那部司太尉背后转出一人，乃是衙门防御使宝义，姓孙名赞，掌管兵马。此人生的面如窝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做棍马，人呼为丑棍马。因对连珠战赢了番章，王昭做女婿。谁想棍主嫌他丑陋，怀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个兵马保义使。同冠是个阿谀浅佞之徒，与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心。当时此人忍不住出班来禀太师道：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的子派子孙，姓关名姓，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建造蒲东秦检，屈在下辽。此人又读兵书，心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毕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开疆剪土，端在此人，克取君子。蔡京听罢大喜，就差宣赞为使，计了文书鞍马，连夜星火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继矣。众官皆退，话休水帆。宣赞领了文书，上马进发，逮将三五个从人，不则一日，来到蒲东巡检司前下马。
当日关胜正和郭思文在衙内论说古今兴废之事，指民建说东京有事命至。关胜忙与郭思文出来迎接，郭思礼罢，请到厅上坐地。关胜问道：故人久不相见，今日何事远路亲自到此？孙瓒回言：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孙某在太师跟前，一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降兵斩将之才。特奉朝廷戚旨，太师君命，采弼鞍马，礼请起行。兄长勿得推却，便请收拾赴京。关胜听罢，大喜。与孙瓒说道：这个兄弟姓郭，乡名思文，是我拜二弟兄。当初他母亲梦井木寒投胎，因而有孕，后生此人，因此人唤他做井木寒。郭思文这兄弟十八般武艺，无有不能，得蒙太师呼唤，一同前去用功报国，有何不可？孙瓒喜诺，就行催请登程。当下关胜吩咐老小一同郭思文将引关西汉十数个人收拾刀马盔甲行李，跟随孙瓒连夜起程，来到东京径投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教唤进。孙瓒引关胜、郭思文直到节堂拜见已罢，立在阶下。蔡京看了关胜，端的好表人才，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绺之嫌，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桃珠。太师大喜，便问将军青春多少。关胜答道：小将三旬有异。蔡太师道：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国，请问梁将愿施妙策，以解其围。关胜禀道：九民草寇占住水洼，侵害黎民，劫掳城池，此策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京，虚劳神力，黑甲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策寇，教他守尾不能相顾。太师见说，大喜，与孙瓒道：此乃为魏救赵之计，正合吾心。随即换枢密院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教郭思文为先锋，孙瓒为合后，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兵太尉段常接应粮草，号上三军，限日下起行，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直教龙离大海，不能驾雾腾云，苦到平川，怎地张牙舞爪。正是贪官天上中秋月，失却盘中照电珠，不竟宋江军马怎地结末。且听下回分解。